好，理事长你好，欢迎你的莅临。那我们要请理事长来跟我们分享啊，你们的画会成员以及呢对台鲁名家这次联展的一个看法。谢谢您，谢谢。那我是，我们是中华国际书画艺术协会，好，那我是理事长许玉慧，那很荣幸能代表说我们这个画协会来参加这一次这个第四届台鲁的这个书画展。那我觉得说我们这个哈，因为去年我也有曾经有去参加过他们第三届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说很盛大，而且哦让我觉得说每一个人的画家哈都真的是画的都很那个。那今年当然我等一下会再参观一下，因为都大家都很看了，我们都很觉得很精彩的。那我是希望说我们这个画会呢，让我们以后有机会也让台湾啊跟台湾这个哦都可以一直绵绵下延续下去这样子。谢谢。好，有理事长的勉励，我们应该会一直的办下去。好，谢谢你们的热情的参与。谢谢。谢谢。